滑鼠右键有没有？然后检查一下，只要找到它的 DIV 的位置，所以后来我是找到有一个 DIV，刚好就是它这个板块的全部。哦，啊，这个板块的名称的话，可能你们要在网上找一下。我后来是找到有一个板块的名称哈，它叫做，我后来是找这个，我记得上个礼拜有提到，就是这个名称，叫什么 PIC 这个了哈。那当然呢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这个在原始码里面哦，你可以按滑，就是直接 Ctrl F。好，那寻找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名称打，把它输入上去。那后来我发现它虽然有12个啦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我是建议你在把这个名称贴上的时候，记得如果是 ChasName 的话哈，ChasName 记得在前后加上双引号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没有加双引号，它有些地方好像是注解的一部分，会变成多一些资料出来。所以哦，可以看到哦，ETtoday 它是把它分成四块，名称都是 part 什么 PIC 应该是图吧 picture 哈、哦，然后 TXT 应该文字，为什么是九？这不知道。OK，反正它命名啊应该有一定的规则性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块在哪里？哎，这个是这个是最下面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第一块应该是这一块，这一块是社会社会焦点哦社会焦点，然后再来下一个。下一个应该是这个娱乐八卦，好，然后再来下一个，下一个应该是这个啦，热门新闻，好，然后再来这一块，这一块也是热门新闻，所以它等于是热门新闻哦，它有两个板块，那上面呢各自一个板块，所以其实虽然是四个板块，但是后面两个板块是热门新闻，好。所以哦，如果我要抓的话了，当然呢，我有提过，就是你可以用什么呢 ？Get element。by 什么 by tag name， 但是这个 by tag name 的部分的话哈，因为它总共会有四个，所以你要哪一个板块呢？那你可能就要给它到底哪一个哦。所以我是把它放这边，有没有？刚好提到。那如果呢，我今天要抓的是那个什么呢？应该上面这个好了，就是这个板块社会焦点。那社会焦点的话，因为这个板块它位置是在第一个啦，所以是小刮胡。零嘛齁，所以呢我把这个小刮胡零的资料呢，这个记得哦，这个就是它的索引值哦，因为抓回来的话一定会是一个阵列哦，不是只有一个哦，是四个哦，那编号分别是0123 OK 齁，所以呢我们就先抓那个这个 DIV， 然后这个 DIV 里面有四个，那我要的是它里面的第一个哦，就是社会焦点新闻啊，社会焦点这个了哈，然后呢，把社会焦点里面的资料抓回来之后，分别把它的标题跟超连结抓回来，哦，但是因为它后面的超连结哈，前面少了这个东西，就是 HTTP 什么 www.ettoday.net， 然后后面的话再串接那个超连结，所以我有把它做切割，那得到的结果，如果我现在把它 run 一下，应该是第一个了哈，所以这个地方。假设我现在呢，把这个结果把它执行一下，这个 ，OK， 那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它得到的应该就是第一个，目前看到，有没有快讯？看一下两边比对一下，哦，啊，这个有点复杂的，好、哦、版面 ，OK， 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哈、哦，第一个就快讯，有没有雷雨？高雄，有点不太一样，那可能两边还是。再把它 refresh， 只要重新整理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它这个新闻网哦更新的速度还对了，它大概每隔几分钟吧哦就更新一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目前看到这个结果总共应该有10则新闻的哈、哦，就顺便把它抓下来，然后超链接在这边。啊，当然如果你说老师，那如果我不要社会焦点，我要娱乐八卦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哦，如果你要改娱乐八卦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把这个原始码哦。它的那个什么，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本来是抓第一个板块，那我不要第一个板块，我要第二个板块，那你就把这个数字改一就好了，因为它从零开始，那范围应该一样嘛，所以把它执行一下。OK， 那如果假设呢，我把它改成一的话，那你可以看到哈，这边出现应该就会是，第二个板块，第二个板块的话是娱乐八卦，不过娱乐八卦我看啊。像病患，
哎，对，娱乐八卦哈、哦，有没有？病患呛，知不知道？这是娱乐八卦吗？这应该社会新闻吧，还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新闻好像也搞不太清楚，说到底是娱乐八卦还是社会新闻？好、哦、，OK，还是真的新闻还是假新闻，也不太能分辨的哦，因为现在新闻感觉好像比较有点综艺化了哈、哦。然后底下的话呢，这些哈、哦。就分别是什么第50届的金钟奖有没有？那总共应该也是10个啦，所以到第11列。那以此类推哈、哦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抓的是，这个底下的这个热门新闻，好、哦，热门新闻有2个啦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热门新闻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要先抓小瓜湖里面就放，如果要抓这个区块，那就变成什么？你这边要变成是，小瓜湖2。OK。那如果小瓜湖二的话，你只能抓什么？抓这个区块啊？可是你说老师热门新闻有2个区块啊，那怎么办？要不就是说你写个回圈呐、啊，要不的话哈、哦，如果你不想跑个回圈，那你可能就怎么样？必须要先再把这个再跑一次，就变成这个区块有没有？哎，不对，这样的话有个问题，就是输出的那个列在第几列，这个可能要变更了。所以哈、哦，假如说了哈、哦，你们可能试试看。如果说我想要抓的资料哦是热门新闻的话，那请问一下应该怎么做？哦，这个区块哦，啊，因为它这个是如果是板块顺序的话哦，上面是0嘛，再来1嘛，啊，这个是应该是2，这个应该是3，可是我要的应该是2跟3。哦，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假设用刚刚的方法，如果只抓2的话。有没有？那变成只有抓热门新闻的一半，可是另外一半怎么办 ？OK， 这个请各位想想看吧，哈、哦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要抓，变成说你是不是说还要再写一个？这边是3，但是如果你写这样的话，假设啦，哈、哦，你说哦，老师那没关系，我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咳咳，然后再 Enter 到底下贴上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改成3。可是会有个问题哦，什么问题？就是你这个 for i 一样是0到它的总数，然后你把这个地方有没有 sale 的部分哦，储存格的位置哦，那它变成怎么样？它会先放在1到10，就是第2列到第11列，可是如果你在下一个，它位置还是第二列到第11列，那会变成把那个旧的资料给盖过去。所以哦，这边可能要在这边哈、哦、列的位置哦，是不是可能要做一点事情呢？哦，所以你们试试看了哈、哦。那上个礼拜的这个 ET Today 哈、哦，也许把它重点复习一下。那我刚刚讲的这一段程式码，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20页哦，20页的地方，就是第5个单元的第20页。那这边有一段程式码，这一段的话哈、哦，就是只有抓第1个。但你可以改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如果假设小瓜湖一，他就抓第2个资料。但问题如果我今天是要，第几个？第二跟第四，第三跟第四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改？哈，你们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